服的女学生在教室拿起麦克风，一开口清亮嗓音，完美诠释歌曲中的感情。都听了着迷，有人说这歌声有魔力，不知不觉就听他唱完整首歌了。这完美的高低音转换，也有人说耳朵恋爱了。影片被同学拍下来PO上网，不到两天破900万人次观看。他唱的是这首林俊杰的《不为谁而作》的歌。美声女孩是她，台南海事的高职女学生史千璇。听到我新歌就会练，然后喜欢听的话就一直练，每天都在班上唱。热爱唱歌，好歌喉，也爱和班上同学分享。接受访问时，甜甜笑容看得出声色模样，但一开口就是展现超龄实力。穿着学生服，青春脸蛋，却拥有超龄歌声，完美的声线和丰沛的感情，也难怪惊艳了看过影片的人，掀起讨论话题。记者赖冠璋、赖碧香，台南报道。